你是个木头人吗？你白发现今天来录什么？耳语者，这是你的第一首歌。原来耳朵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讲话这样小声吗？你手上拿的是歌词。现在心情如何？一点紧张。一点紧张而已啊。这是文翰老师的新歌，旁边还有一个新女人。Leave me alone。你该讲什么？那他背不好拿枪，那自枪死了。最好是拿上来，家暴家暴。Yes or bye？ 你要退后一点点的，靠近我一点点，靠近我一点点。哎，中午还在录着。什么你？唱错歌词啊？有点看不到，所以唱错歌词是吧？我却没穿雨衣。眼睛不要开，关注眼睛，不是手放开的呀，然后一只手。你是要叫他怎么？我知道叫他这样哦，一点点那种有一点动作的，一点点就好。在耳朵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是你和他不寻常的关系。OK， 录完了，有什么话要讲吗？你是个木头人吗？你白发现手放心脏。你对今天这首歌有什么期待吗？你觉得你自己唱得很好听吗？老师，你觉得他唱得如何？我知道，就是一个1、2、3。你叫我，你怎么没人动了吗？他是一张白纸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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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可以问你，要问这个老师。我觉得他很年轻，前途无量。00年的。而且要有多一点的经验。所以他就谈个恋爱，什么受个伤这样子。啊，没有了。今天我们录了一个。98年那个应该是他很资深吧，是文字作人，历经沧桑的感觉。以他的历练来讲，他就已经是爱情对他来讲就像家常便饭，酒精的饮料，有时候有点涩涩。等下哪一个涩涩？山泉水的涩啦。哦，那个 OK。你的爱情应该会像是喝冰啤的感觉，希望你的爱情越酿越醇，希望你的爱情里面。谢谢。